挺讽刺啊。你现在才觉得呀？咱们俩见面的情况是越来越极端了，是不是真像你说的，我们走在了不同的方向上？是你客户的问题，还是你的问题？保护客户权益是我的工作。工厂作业环境采集完了，请进，收一下设备。好。我认识的老宋，得到的东西绝对不会被人抢走的。行，还是你了解我。行了，我今天就要走，说一下情况。老宋，如果路要走错了，你可得回头啊！真的，我可以帮你。没有哪条路是错的，只要是走出来的，都是对的。Thank you.